桑葚怎么洗干净？方法一，在水龙头下冲洗桑葚，可以让桑葚表面的灰尘顺着流动的水直接冲走。方法二，盐水可以去除桑葚表面的细菌，将桑葚放在盐水里浸泡20分钟，再用清水冲洗即可。方法三，面粉水可以把桑葚表面的灰尘都沾掉，将桑葚放在面粉水中浸泡20分钟左右，再用清水冲洗。方法四，用淘米水清洗，可以轻松去除桑葚的灰尘，将桑葚放在淘米水中浸泡后，再用清水洗净即可。总结：一，在水龙头下冲洗桑葚；二，盐水可以去除桑葚表面的细菌；三，面粉水可以把桑葚表面的灰尘都沾掉；四，用淘米水清洗，可以轻松去除桑葚的灰尘，